Make this hard on myself, yeah, yeah. Don't like asking for help, yeah, yeah. Maybe it's an excuse, so I don't get close. 大家好，我是博纳产业的舒美。我是 ERA 产业的小璇。小璇，今天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我们在新加坡的第十游区。哦，核心中央区吗？对哦，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这永久第七高尚的项目。那事不宜迟，我们尽快就去参观这世代相传的名著，称为 Nouvel 18。名著位于距离世界著名的豪华购物街乌节路，具有精致零售与餐饮以及娱乐的丰富选择。临近乌节地铁站与信件中的乌节林荫道地铁站，您也可以在附近的休闲俱乐部，例如东林俱乐部，享受娱乐时光。十分钟路程就能到标志性的滨海湾金沙娱乐城的顶楼观赏潮风暮卷的新加坡景观。除此之外，新加坡樟宜机场只需要半小时抵达，八分钟就能到达迎合您金融需求的中央商务区。多所知名学校如新加坡女子小学和英华小学、圣若瑟书院也近在咫尺。哇，小璇，我们现在在哪儿呢？这好像是一个私人电梯大堂哦。对哦，我们刚刚从停车场来到这间试卧室加书房单位。哦，私人电梯真好，那我们就不需要和其他邻居一起共用电梯咯。这单位面积有多大呢？总面积是2476平方尺，让我们快快参观吧。豪宅当然少不了大理石的瓷砖以及明亮又宽大的客厅，让您享受温馨的家庭时间。厨房设备齐全，附有德国米诺高端厨房器具，如冰箱、蒸汽炉、炉具和抽油烟机、洗碗机、咖啡机及男士喜欢的酒柜。在这开放式厨房发挥我的独家厨艺。哇，我非常迫不及待想要品尝哦。在这面向好景的饭厅，能够容纳一个十人餐桌，让你招待亲朋戚友的到来。我们来参观这间主卧室，女主人一定非常喜欢这间主卧。看看这宽大的衣橱和梳妆台，来，我们看看阳台吧。坐，感觉一下啊，在这私人的阳台，我们可以和另一半一起享用早餐，多好，对吗？哇，他们采用的材料都是精致品牌哦，用的是杜拉威特以及高逸的卫浴精品，让你享用沐浴之乐。156个独树一帜的豪华单位，分布在两栋36层楼高的住宅楼，由备受费誉、荣获普利兹克建筑大奖的法国建筑师努维尔设计。名著是高尚与奢华的完美结合，放松享乐尽在名著。设有8个瞩目天际露台、3个泳池、网球场及1个设计高雅的会所。名著让您享有多样化的休闲设施。
如果这是你梦寐以求的美好家园，那就别错过了现在的促销，尽快扫以下的二维码跟我们联系，因为我们所剩的单位有限了。我是舒美，我是小璇，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请点个赞。